以防技术搞事情，谁知道人家只是在玩瓮中捉鳖，成功抓住了杜慧。可是那些黑火药又是干什么的呢？今日本王为你准备了惊喜。惊喜？什么惊喜啊？怎么回事？烟花呢？那原来是烟花啊！你又做了什么？大概也许是我不小心又弄坏了吧。那我以为你是用来做别的事儿呢。所以你都知道？知道。知道是什么呀？本王喜欢你。东正司武坐临西瑶，参见皇后娘娘。你怎会进入本宫的品茶会？他是我请的。即便是公主和绿王妃的朋友，但她一个身份卑贱的仵作参加，只怕太子殿下和皇后娘娘会被她沾染了晦气。谁说老夫的女儿身份卑贱又晦气？定国公。定国公？参拜皇后娘娘。定国公，本宫记得你本有一女，幼时便已遗落边境，林仵作怎么突然成了你的女儿？林夕瑶正是老夫失散多年的女儿。对了，瑶瑶是定国公的女儿。前些日我才查到信息，你被一个老仵作收养，老天有眼，多年后让为父失而复得。自打那日发现你与你母亲十分相似之后，为父就调查了许久，一直在找机会想与你相认。瑶儿，微臣想与绿王殿下亲上加亲。你的意思是你想让本娶令爱？记住，这是要娶瑶瑶。太子早晚会登基为王，让令爱做太子妃，以后不就是大梁的新后了吗？这样的安排对于林夕瑶而言岂不是更为妥？话是这么说，但微臣从棋局上已领略了绿王殿下的心计雄略，加上韦昭一事更让臣折服。所谓谁能笑到最后，还不是定数。定国公的好意本王心领了，但恕难如愿。为何？本王已有绿王妃。季楚为了我放弃了拉拢定国公。远点！快救火！是。临汾。